富婆又来给我送零花钱了。今天我不逼你回屋睡，我也不逼你要三胎，你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你把酒戒了。不戒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一万，你要是戒了，我给你转一万零花钱。戒，我戒。那你发誓。你过分了。两万。我发。我发誓，从今天以后，我再也不喝酒了，除非以下特殊情况：第一，有朋友从外地归来，这叫接风洗尘；第二，有朋友外出远行，这叫敬酒饯行，这也得喝；第三，有老朋友相约聚聚，这叫叙叙旧情，这得喝；第四，有新朋友相识相逢，这叫有缘相识，那这得喝；第五，亲朋好友家有喜事，这叫好事，这得喝；第六，自己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这叫借酒浇愁，这也喝；第七，有人请客吃饭，必须得给面子嘛，这也喝；第八，咱家有事要请别人吃饭，得把人家陪好吧，这得喝。除非以上八点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如有违背，我就是猪狗不如，罚款十万，行了吧？行，这回给我爷们儿啊！不打了，赶紧停！我们快！